看，一世人坐点立比海边，讲袂衰袂语，卡讲嘛过去，随讲随袂去，真是大智个兴体。好，这里面就是台湾的啦。比方说，这两个外国人，他们坐在一棵树下聊天，那这他的旁边那个就是利比海。这个还是利比海，就爱琴海用利比海哈，在过去都徽州的。那我看到这两个人在谈天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想到我们家乡常有的话嘛，啊，卡贡嘛贵气，啊，水贡水贵气，对，狼捞嘛，狼捞的时候，在太讲都讲过去的事情。然后大智兄弟的时候，你本来就不会讲话啊，你那么喜欢讲话哈，啊，说其实我这里面就留存了台湾人的语汇在这个地方。那假如是外国人看到这样的情境，他真的是读这个之后，他可能会发现说，他讲嘛过去，谁讲谁未记啊？大智个兄弟，他不懂，他会去问哦。所以其实语言的玄机也藏在里面。你读书的人，他一定会去了解嘛。他为什么写这一句话？比方说他们那边的人应该看到几细两折掉立比海边，他们知道啊。讲未衰未易，一直重复。我们知道有几个地方是人跟人之间沟通的地方，比方说洗衣户在河边，然后以前老那个农业社会的时候，拢提衫裤去河边洗。哎呀，那公园又那边是个传播站。那我们台湾，你们可以看到说有很多大树下聊天泡茶，庙边。哦，那是一个传播中心啊。那我想，他们这些外国人，他们也把他们的海边的树下做成一个那边物件，人家卖凉水啦，还是对着卖一些东西。那然后就有人在那边聊天哦。这整个海岸线有人卖黑啊，卖啥物件？我这个是刚黄昏在那边走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情景。除了台湾俚语之外，老师为什么会取伴这个名字？哦，对，伴哈，我讲老人爱有伴嘛。哎，好朋友嘛，啊，伴侣当然，翁仔某嘛伴嘛，啊，老朋友嘛伴嘛，同学嘛伴，啊，所以这个伴侣，这就是伴侣的意思。食老的时阵，你若无老朋友，所以人家说老酒老友嘛，老本，哦，啊，所以我是看到这两个老人在那边讲话，我想说，哎，老人孤单的时候，假如有一个人跟他谈话的时候，就是伴，就是这个伴，一世人。坐点立比海边，讲未衰未语，卡讲嘛过去，随讲随未去，真是大智个兴体。